我不停地被欺负、被勒索，大家都认为我是苏拉、斯诺夫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变成大流氓。我当上重考班的老大，我一定要变力。 在上课之前，老师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同学报告，那就是班长孙思思同学已经办休学了。啊啊！是要他办休学了？不知道啊，身体不舒服请假就好了，干嘛休学啊？哇！哎，这不是还熬的吗？ 会不会他身体真的出问题啊？ 复发了吧？思思，思思，你开门！思思，你在家的话，开门好不好？思思，思思，你出来啊！你为什么要休学？你为什么要在拐杖走路啊？思思，思思！ 黄真的不在家，思思，你在吗？我是泰哥，有什么事大家一起聊嘛。思思，你身体是不是有问题了？没有，我身体好，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休学呢？我的功课。 本来就不需要补习啊，何必浪费钱呢？可是乔琪说他看见你拿拐杖走路，你说你身体是不是有问题了？小莫，你今天有发病，请病假来看我。对。你疼？对我连一点点喜欢都没有了吗？ 总之，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不过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人家同情的。思思，思思。可以吗？每天等着冬日年送那个鲈鱼汤来。 那也不是办法，每天鲈鱼汤，哦，你都不腻啊，我都腻了嘞。你当然会腻啊，都是你在喝。哎，这至少代表他对我有心哎。三个水瓶，可是你们两个每天相处半个小时这么短，你感情能有什么进展啊？多少有一点吧。太慢了啦。哎，不。
如哈、让王妈休假，我也休假，让家里都净空，这样杜日莲就非得搬进来照顾你不可，这样不就净空啊？我看是你想休假吧？好吗？我是想休假，可是王妈也很久没有休息了，更何况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哎。要是家里都没有人的话，杜日莲她就会考虑搬进来照顾你，你们两个孤男寡女比较容易出事啊。这样讲真的是有一点道理，可是真的要清空的话，柿子怎么办？他住哪里？哎，这倒是个问题啊。哎，妈回来了。对，我回来了。伤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废话啊，对不起，不是之前的总跟猪头一样嘛。哎呦，就是啊。妈，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。你又有什么事啊？就是我们班那孙思思，她生病了，然后现在又不太能走路，所以我想要搬去他们家照顾她，可以吗？本来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念在你这么有同学爱的份上，好吧？真的吗？也是，记得啊，要用功读书哦。好了，孙思思工作超好的，他一定会教我的。嗯，还有，每天要打电话给我，有什么事情都要跟妈说哦。好了，我先去整形，拜拜。哎，姨妈，你跟杜若年还真的是七世夫妻来相逢哎，不然这时候世子为什么刚刚好就这么巧说要搬出去住？你说巧不巧？希望不要是第七世就好了。姨妈，多了。王妈。哎呀，王妈要去哪里？每次都是我开门哦。谁啊？你的七世夫妻啊？哎，等，九点十个还没出来，快去！哎，别忘了帮我问，让他搬来做的事哦。好了，快去 ，OK 了。对啊，最喜欢喝鲁鱼汤，我也最喜欢喝了。来，给我。好。哦，卢先生，对不起，杜先生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因为我跟王妈刚好都有事情，所以从明天开始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在家里，我又很担心我姨妈，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，暂时搬过来住？啊？搬过来，这会不会不太方便？啊，完全不会。我这个，对不起。喂，哎，我是。啊，好的，我了解，我会考虑的。好，拜拜。谁打电话给你啊？哦，是苏总裁。你不是已经拒绝去他饭店当总经理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还打电话给你？他说他想要结婚。什么？结婚？云燕她单身也很久了，确实是需要有人照顾的。什么叫做她单身很久了？杜先生，其实啊，我姨妈她也单身了很久了，尤其她现在脚又不方便，更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她陪她啊。那柿子呢？哦，狮子他同学也受伤，跟我一样脚不方便，可是狮子他很有爱心哦，所以他就住他同学家照顾他同学。明天开始我家就只有我一个人了，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。这下子他总应该同意来租了吧？我看这样好，还是由我帮你们找一个临时的佣人怎么样？临时佣人又不熟，很尴尬哎。对啊，现在外面坏人又这么多。